258,000两个单位有得交易，咁咧就楼层自己拣啦，两个单位对比一下，咁咧佢入边都系做翻啲托管嘅。咁咧，如果大家需要買翻嚟託管嘅話，咁亦都可以而家現時託管俾酒店。如果唔需要嘅情況下咧，就攞翻嚟自己住，就翻大家有個高樓層嘅，有個中樓層嘅，258,000有交易，你只需要交個咩咧？一個契税，之後咧仲有一個我哋一啲啲嘅佣金。先飛個景先，嗱，睇下大家中唔中意。直去，直出。你覺得夠唔夠靚？就係大家評論區留低你嘅口水，留低你嘅諗法。唔緊要，唔好驚，盡情咁爆出嚟，靚唔靚？嗱，咁呢個單位咧就係、是、算係一個單身公寓啦，即係咧套間嚟嘅。咁咧好就好，好咩咧？就係、是、真係新淨舒服。咁咧呢個係萬科雙魚灣嘅三期啦，我都覺得佢好開心。因為睇到海景咧，就係成個好放鬆、好放鬆嘅感覺。你自己攞翻嚟住咧，呢度中間可以揀一個玄關位，哦、做個櫃咁樣嘅。知唔知啊？咁、yeah. 你做個櫃，佢唔直接喺門口咧入到嚟，可以望到個床，明唔明白？私密性超好。冇錯啦，呢度係咪要咁樣設計？哥使你講啊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喜嘉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喜嘉玲。今日嚟做咩啊？嚟做咩啊？度假。嚟睇翻 bikini， 得死啊呢个！即系咩叫真正嘅 bikini 啊？嗱，而家就可以睇到啦。啊！哇！嗱，呢个系乜嘢嚟噶？呢个应该系帆船。哎呦呦呦！哦，哎呦，哎呦，阴公佬嗱，前面咧大家都经常话咧海景咧冇人气啦。咁今日礼拜一嗱，咁大家可以见到。是不是人是非常非常非常之多？不是，即是我觉得有些喷子呢是这样的，他觉得有机会这个不是人，可能是扯线公仔。扯线公仔这么这么夸张。咁呢今日专登同阿May过嚟呢是找返即是应各位观众朋友啦，即是之前同我哋成交啲业主呢基本都系买两房嘅。咁呢佢就近排会后台问返我同阿May啦，话阿明啊或者阿May，你哋有冇附近嘅即系双鱼湾嗰度啲单间啊或套房啊。一房嘅三期嘅呢种比较新净啲嘅。咁呢亦可以望到海景啦，又或者可以望海又或者可以望山。咁价钱笋啲嘅平啲嘅咁又冇先。咁今日呢系专登呢过嚟。拍翻俾粉丝朋友睇睇，即系咧，我觉得系性价比算系高嘅。好晒，大话黑超，仲大黑超你继续啊！哦，你打断我嘅讲啊啦，咁你嚟啦，嗱，你继续，你接上嚟。点解要我接啫？哦，唔使你接啊，接啦。OK， 好啊。咁今日咧，想同大家推介佢要欣赏 Bikini 啊，衰人。咁今日咧系真系同阿明哥过嚟呢边揾咗两个系一房嘅单位。咁一房嘅单位咧，佢就有一间咧就系望正南可以望到海景嘅嗬。价钱又平平地。咁仲有咧就系有一个一房咧系高啲嘅，咁就系侧面望到少少海景，就系望到山景，又系望到非常之多人气嘅嗬。所以今日就可以俾到大家选择，想拣翻两房嘅，我哋亦都系好多嘅选伴俾大家。想拣翻一房嘅，亦都系有。所以就是视乎大家喜意啦，想要做按揭的那我们可以有新款介绍给大家、yes. 所以要过我们的，如果说不想按揭那么麻烦，想付费一次过搞定，那可以选我们很多二手的选款给大家看的、那现在我们的位置就是这个一期的地方，真的好，现在可以望哇三期，其实个人流会更加多。多人。嗱，我同大家讲一下，我哋三期嗰度咧落嚟啦，呢、這个位置落嚟之后咧，佢嗰度有成条嘅一个海鲜街，即系咧叫我哋个网红街啊，网红街，就是、有咩都有得食嘅，有得玩噶啦。咁而家咧水上活动咧就非常非常之多啦。你唔好成日飞嗰个 bikini 佢，唔好咁样，你咁样讲介绍唔到噶，大佬。我唔得。嗱我哋讲咁我哋一同阿May呢一起去你今次有冇讲我房嘅情况未讲㗎。未讲 ,ok。讲咗一房有景有海景有山景嘅。讲咗。最紧要价钱几多先。价钱我冇讲啊俾你啊俾你发挥啊。258,000两个单位有得交易。咁呢就楼层自己揀啦，两个单位对比一下。咁呢佢入边都系做返啲托管嘅。咁呢如果大家需要买返嚟托管嘅话，咁亦都可以而家现时托管俾酒店。如果唔需要嘅情况下呢，就攞返嚟自己住，就返大家有个高楼层嘅，有个中楼层嘅。258,000有交易，你只需要交个咩呢？一个契税。之后呢仲有一个我哋一啲啲嘅佣金。咁呢最又讲返一个最重要㗎啦。过到嚟呢度呢，而家唔单单只系高铁，仲有巴士。
除了高铁，除了的的车，仲有就是巴士。系啦，咁巴士咧，亦都系政府呢边推出嘅新路线啦。嗯，咁由我哋嘅莲塘口岸，或者系我哋桥社，又或者我哋大剧院，又或者黄贝岭啦，咁佢亦都系有直通巴士咧嚟到我哋嘅万科商业湾嘅。系，咁嚟到呢个终点站咧，系会有一个去到平海嘅广场。咁咧，平海广场咧嚟到我哋万科商业湾咧，就系几分钟就可以到噶啦。咁仲有一条咧，就有唔系，仲有一个站咧，就去到我哋一个叫做港口镇嘅。系，咁咧叫那个港口镇叫咩？叫咩啊？指挥部嗰度啦，三航指挥部系啦。咁嗰度咧，亦都系一个站点嚟嘅。咁如果大家买喺商业湾度，如果譬如话你买喺红海金岸嘅话，咁、那个站点咧就可以去到港口嗰个站点啦。咁如果譬如话你系买喺卓越啦，又或者系我哋嘅万科商业湾啦，咁你就系坐喺平海广场嗰度停留落车就 OK 噶啦。咁亦都唔阻大家时间，最紧要咧都要睇翻楼啦。咁咧有一个望剧望海嘅。亦都一个望山同埋望海嘅，睇翻大家中意啦，好冇？咁就接落嚟同阿May一齐为大家介绍一下。Let's go。宁愿一生都不说话，都不想讲假说话欺骗你。留意到你我这段情，你会发觉间隔着一点点距离。珍惜演自己，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，唯有的知己。如痴如醉，还盼你懂珍惜自己。有天即使分，你好开心啊，明哥！嗱声，你做乜嘢？喂，开始啦，自先嗱。好开心啊！呀，点解？咁而家同阿May咧，就嚟到我哋打个单位啦。靓到佢开心到咁样。先飞个景先，嗱，睇下大家中唔中意。直去，直出。你觉得够唔够靓？就系大家评论区留低你嘅口水，留低你嘅谂法，唔紧要，唔好惊，尽情咁爆出嚟，靓唔靓？嗱，咁呢个单位咧就系、是、算系一个单身公寓啦，即系你套间嚟嘅。咁呢好就好好咩呢就係、是、真係新淨舒服。咁呢个系万科商业湾嘅三期啦。我都觉得佢好开心。因为睇到海景呢就係成个好放松好放松嘅感觉。咁我哋要先介绍下先。OK, 好咁我唔跳先啦，阵间先跳。你阵间跳好唔好？好。咁、yeah. 我哋入到门啦，咁就正常嚟讲啦，入到门之后同大家讲返声先、嗯、就系、是、我哋嘅洗手间啦。咁洗手间呢系做咗个干湿分区嘅，不过呢、哦亦都可以做个拉链啦，嗱，系佢做好咗拉链，系啦，做好咗拉链嘅，嗯，咁咧业主咧系时不时翻嚟住嘅啦，系，咁咧佢基本嚟讲咧就系好少，嗯，好少嚟住，咁系唔知系咪托管嘅酒店有啲系有嘅，系，系啦，咁呢度佢呢个都系托管咗，有咗有托管，见到佢做咗，嗱，洗手台之后咧，我哋一啲收纳，哇、哦，吓到我，哎哟。如果到时大家嚟睇嘅时候，发觉有啲嘢坏咗，就一定系明哥搞。肯定唔系我。嗱，介绍。好，咁再入嚟，入咗嚟咧，就系佢呢个系超级大嘅一房嘅咁嘅间隔下。咁而家佢因为做咗酒店托管啦，所以咧佢就系有呢个地方就摆咗个雪柜啦，同摆咗咁样嘅衣柜、收纳柜喺呢个位置嘅。咁如果话中意自己买翻嚟度假嘅话咧，咁就可以喺呢个地方咧有电掣噶，望翻。呢度有电掣呢就可以直接买个电磁炉啦，我哋可以煮嘢食啦。因为呢度双月湾呢港口镇系属于千年鱼乡，所以喺呢度买到系最新鲜同埋系最靓嘅海鲜嘅，同埋系最平嘅。咁买咗呢就可以喺度搞啲嘢，系食下嘢，咁呢就可以哇弹喺呢度弹下世界啦。嗱呢度呢佢就摆咗个梳化位啦，梳化喺度，茶几喺度，咁就可以喺度食嘢，亦都系冇问题嘅。咁再对返嗰度呢有个餐台位，有个人呢好我唔知点样佢个样呢。我一直好似好咸湿嘅望住阿May啦，系咪你系咪想咁样讲，系你直讲，但呢绝对唔咸湿。我冇咁讲啊，我冇咁讲。
好認真地講啦，其實呢個單位呢，如果係一個人返嚟住嘅，或者係兩個人都單位，或者係男女朋友啊，兩公婆啊，返你要笑咩？兩個人，你繼續。OK， 你唔好打，我正常下。咁即係兩夫妻啦，即係男女朋友啦，拍拖啊，或者係過嚟玩度假，兩個人一嚟過嚟住，一啲問題都冇嘅。咁呢個位置呢，可以做返我哋個電視機。呢度有。有可以移過嚟嘛。想移过嚟，嗱，点解我咁样讲？我同你讲，如果呢间房系真系攞翻嚟自己长住、自己自住嘅情况咧，你一定咧，我一正常，我同你讲翻咧，你自己攞翻嚟住咧，呢度中间可以间一个玄关位，哦，做个柜咁样嘅，知唔知啊？咁你玄你做个柜，佢唔直接喺门口咧入到嚟，可以望到个床，哦，明唔明白？私密性超好，冇错啦，呢度系咪要咁样设计？成功啊！哥使你讲啊！嗱，正常嚟講咧，就我基本我介紹呢個單呢啲單位咧，我會咁樣間，因為你自己攞翻嚟住咧，再咁樣做。但係如果你話想偶然托俾酒店嘅去托管嘅話，哦，就唔需要去整啦。咁樣就得啦。係啦，直接攞翻嚟咁就 OK 啦。因為咧咁樣咧會顯示得更加嘅舒服，一望到咧就係有度假 feel， 知唔知？唔係居住嘅 feel。係，同埋咧，上次我有一個客問我，誒，阿 May 啊，佢話做咩誒商業灣咁？即系咁多托管嘅房咧，佢系颜色唔同嘅，同埋咧，即系觉得我同大家解释翻下，因为咧海边，我哋嚟到海边咧，可能有啲海嘅元素喺度啦，咪，譬如话嗰啲挂品系帆船啊，同埋个墙身咧会有啲蓝色啦、绿色啦、其他颜色咁调配下嘅，嗱，嗰啲包括啲挂画咧系好有特色嘅，因为如果你平时喺其他城市你住酒店，你系白色墙纸啦，或者系有少少颜色嘅墙纸嘅，就可能简简单单，但系呢度海边咧，佢会添加啲元素，俾你喺度住系更加有 feel， 佢呢个亦都系咁样嘅感觉。入到屋苑，即系翻到屋企咧，佢有呢种咁样嘅感觉。系，咁你再望翻露台咧，真真正正嘅可以感受得到嘅一个度假 feel。呢，這个露台真系大系嘛，超级无敌阔啊！又即系叫好方正啊，就比较方嘅呢个位置啦。如果喺呢度系咪可以做个 B B 嗰个类似泳池咁样噶？嘥气啦，嘥坏，点解？你我哋咁大，你用 B B 做个泳池？即系我未讲完。咁，如果系大人咧，就可以喺度好似浸浴缸咁啊嘛，唔使买浴缸啊嘛，系咪啊？咁我讲得啱唔啱啊？啱。Sorry， say sorry 啊你。我 say 嗱，你而家咁样望咧，系又可以望到四面海噶吓。哇！嗱，呢度一个嗱，其实咧呢个一个面，呢个咁咧喺摄像头入边咧，其实咧就觉得好细。系咪好窄？会唔会？但系咧喺我哋眼球入边咧，就系，是，我哋现时过嚟睇嘅话，就真系几靓下噶。因为咧前面咧系一啲楼都冇。系嗱，镜头最放大，前面系一啲楼都冇。你望到咧就系别墅上高嘅嗰啲嘢，那个楼底啦。系，但系咧前面系超级开扬。系啦，所以就呢个单位咧，我觉得咧性价比非常之高。同埋咧可以往下低去睇睇，人流超级多啊，好旺啊而家。塞死咗。夏天到今日系星期一啊，是啊，但系啲人气超爆噶。今日星期一四点钟。四点零啊。同埋咧，我系比较中意系啦。看到啊？看唔到？睇唔睇到？反有少少我睇到，唔惊啦。我系比较中意万科一个设计咧，就系，是，虽然佢系小镇啦，系好大嘅。咁我哋平时行日嘅时候咧，如果唔赶时间或者话天气唔系好热，我可能会中意自己行下散步啊，一二三四期慢慢行都 OK。咁但系如果系好热嘅情况下，我又唔想行，我自己楼下就好多铺头嗱，嗰啲美宜街啦，或者嗰啲食嘅嘢啦、便利店啦，买嘢全部都系旺嘅。嗰边仲有一个瑞幸添，哇！瑞幸咖啡好出名嘅喺国内，系，哦，啊，如果饮杯咖啡嘅话咧，唔需要自己再带咩咖啡机过嚟啦，系反正接留一句话，我哋一句话讲晒。如果系佢啊，阿 May， 我发过佢同我影片咧，有啲咩啊？你系咪好开心啊？啊，好开心啊！麻麻啦，嗱，你冇你唔好俾个特写俾佢，如果。大家想象一下，佢而家着紧 bikini 嘅话，会唔会好靓女？嗱，条腿系长啲会啱啲。嗱，咁咧就真系咧呢个单位，因为拣到两个单位，我哋先睇嘅就系我哋嘅一个低啲嘅楼层啦，十楼以下嘅，不过咧就棘喺中间嗰度嘅啫。咁我哋阵间去睇翻一个咧，就系中间楼层高啲，高啲。咁咧两个咧唔同嘅景。
但系咧个价钱一模一样嘅。嗱，啱先我哋开头片头讲咗啦，258,000有交易，只需要1% 嘅一个契税，之后咧我哋几千蚊嘅佣就搞掂噶啦。咁有兴趣嘅朋友咧，就一定要联系我哋。咁而家我同阿May咧，就带大家去睇翻个中间楼层嘅一个景系点样嘅。中高楼层。中高系啦，咁咧系内笼系一样嘅。咁我哋最紧要系睇翻个屋苑，即系咧内笼入边嘅一个保养啊，或者其他嗰啲装饰啊系点样嘅，好冇？咁就阵间咧同我哋喺嗰边再讲翻一个总结，睇下大家嘅意见系点样，好冇？好，阵间见。Hello， 我哋而家嚟到第二套单位啦。头先嗰套咧，佢系中间楼层啦，正面海景嘅。呢套咧就系高楼层，咁咧望到啲海景，但系个 view 唔同。大家一齐嚟睇下先。先睇个 view 先。Let's go， 睇下先。咁佢亦都系咁样嘅，间隔系差唔多嘅吓。先睇翻呢个景色。嗱，望出去咧就系首先系山啦，咁前面咧就系海啦，望到海滩、沙滩，见到未啊？啲人啊，爆晒啊！哇，你话落饺子啊？咁嘅人流啊，你谂下嗱，啊嗰啲摩托艇啊，好平噶咋，几十蚊就可以去坐一次噶啦。咁嘅景你就话啦，喺度头，如果你喺度酒店托管，你话冇人租，哇，佢哋瞓咩啊？瞓沙滩啊？嗱，唔系。你講真嘅，我哋就俾個再俾個鏡頭過到去下邊啦。你下邊而家個車咧，全部入邊嘅全部泊曬位噶啦。滿曬。基本嚟講係冇車位俾你泊到。咁你要泊嘅話，就要泊到負一樓。你好似嗰個單位嗰個停車場啦，嗰係塊空地嚟嘅，全部都係已經泊緊車噶啦。咁呢個單位咧，個 view 咧就可能咧就冇啱先個咁正。係。但係咧，佢有唔同嘅景色。嗱，望翻過去嗰邊咧係山景，前面係無遮擋噶啦嚇。咁其實咧，同呢個嘅單位咧。佢嘅樓間距咧，超闊，亦非常之闊，最起碼都要有200米左右。係，我哋咁樣睇嘅話，可能就話會近啲啦。咁咧就真係200米咁樣嚇。咁咧就望翻個邊山景，呢邊海景，所以咧又睇翻大家啦。內籠咧格局咧係一模一樣嘅，有個風格唔一樣，就有少少嘅區別，就係我哋一個牆身嘅一個問題。嗱，牆身佢係做翻個黑灰黑。白灰黑的一個搭配，這個業主是不是高冷一點酷一點，是不是經常都是這樣？你等一下，你笑什麼？沒有，我笑，不給笑，不給，好，可以，那不理你了。那我們看到一樣，它都是做酒店托管的了。看回先，一樣都是有個乾濕分區的一個洗手間、淋浴間、坐廁全部走好了。那再出回來這裡呢，就我哋嘅廚房啦，呢個其實係廚房位嚟嘅。係。但係咧，我哋可以唔使做廚房喺度，廚房咧外邊嗰度咧有條燃氣管喺度。如果想做翻廚房嘅嗰個位置咧，就可以做翻一個廚房喺外邊煮餸，就冇嗰啲油煙焗翻入嚟。冇錯。咁咧呢個咧就係正常嘅一個酒店托管啦。簡簡單單，冇錯。咁其實我覺得呢度係屬於三期啦，嗬。係。咁就酒店托管咗之後咧，其實個整體咁樣嘅乾淨程度咧係比較 OK 嘅，同埋咧嗰啲傢俬嗰啲嘢咧係 keep 得係比較好嘅。所以咧就買喺呢度，基本上自己唔使點執，就算你自己買嚟住，你唔中意啲顏色，你換一換就得㗎啦。即係譬如話啲被啊、床褥啊換一換。咁其實你話嗰啲櫃啦、電視機咧都係全部可以用到㗎啦。就是很簡單，如果你看回大家，因為有我們港人就是說香港人回來置業，他可能如果真的長住的話，他會選擇自己的風格，那就就回大家，因為他這樣即是他的職能是43方的，那你現在要改造去怎麼換的話，其實都不用多少錢，你哪怕你的牆身全部去重新油過藝術漆或者我們的硅藻泥，是不是？那其實呢加上傢俬家電那些搞到奇奇麗麗新新淨淨超級豪的那種，不超50,000，都唔使啊，都已經多啦。唔係喺豪裝啊，基本嚟講，我知呢啲單位係啊，其實你隨便遊個牆身，你都係先至幾千蚊啫嘛。係啊，你再買啲嗰啲，哇！哎、即係我覺得啦，明哥真係唔係咁中意我，都係中意阿D佢哋多啲噶。佢咧坐咧就係揀靚凳坐嘅喎。呢一張凳已經是壞了的了，佢留俾我坐喎。唔係，我真的冇見到。我唔知佢咩意思啦，但係咧，既然佢留咗俾我，坐唔到啊，唔好啊，我就要坐。喂，你咁樣，因為我瘦咯，咁都要同你即係我瘦，所以我坐到好辛苦。嗱呢啲行偈咧，其實都好好聽嗬，係舒舒服服咁樣，其實有啲行偈先舒服過行偈啊。你傾嗰啲唔係正題，
成舒舒服服。嗱，師傅，我聽成咗咧，喺呢度坐喺呢度，聽下啲海浪聲，聽下啲汽車人流聲，好舒服，即係唔會話覺得好悶咁樣。汽車嘅人流聲係有，係海浪聲咧就冇。輸唔輸到？輸到嚟啊！你同我兩千蚊。賭賭，而家賭，你同我賭，各位朋友。觀眾朋友一定要記住這個視頻 video， 我們下次你過來看樓的時候，我們又過來聽下海浪聲，如果沒有的話兩千元我們收下，我幫大家收，你認住明哥給 我你給我啊。OK， 咁啊，翻翻正題啦。咁就大概咧，所有嘅單位咧都即係兩個單位啦，內容一模一樣，只不過咧就係景唔一樣，一個高一個低，冇錯，一個正面一個側面，嗯。其實有兩個景色啦，呢度你望翻個有海有山啦，就睇翻大家啱唔啱啦啊！咁嗰邊咧就有四個景，係嗱海景三四個海。不過我覺得嗰個應該會靚啲，睇下大家有冇中意嘅，睇下個人中意啦。個人中意可能咧，佢真係好想話望翻山同埋海啦，有山有水係都係幾 OK 嘅。如果係單單想望海景啊，就揀翻嗰一套。反正兩套咧，我哋可以一齊過嚟睇，一齊去對比一下，睇下。一齊對比。看看邊個啱心水一啲啲，啱到大家。同樣嘅銀碼，258,000有交易，冇錯，一個契水嘅點，咁加埋咧，我哋幾千蚊嘅傭，搞掂㗎啦。OK， 咁呢一集咧就同阿 May 咧就介紹到呢度啦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嘅朋友咧，一定要揾我哋電話我哋啦，或者係 WeChat， 你做咩？你一直過嚟話好曬嗱，講正經啦。OK， 正經嘅，嗯，揾我okay, 或者明哥嗱。有興趣的朋友一定要找我們啦。咁我哋車咧，起家嘅車全部都派關口度嘅，日日有團出。我哋都係有一包接包送嘅，包埋餐，仲有咧包埋阿 May 嚇。咁呢一集咧就到呢度啦，我哋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